有個 patient 持續發燒咳嗽，佢個肺好翻，有肺炎跡象。有冇叫內科落嚟睇下個 patient 咧？佢出現症狀之前去過埃及。你懷疑係 MERS？ 我唔敢絕對肯定，但我 A&E 咁耐，從來未遇過呢一個情況。我哋應該點做？真又好，假又好，咁嘅情況冇得搏，就當真嘅嚟做啦。你叫人將負壓室消毒，然後將懷疑受感染嘅 patient 同埋家人先搬入去。咩事啊，新哥？吩咐所有 A&E 嘅醫生，叫你將所有病人同埋家屬，如果喺病房嘅就留響病房。在病床留響病床，總之不可以離開急症室。李氏，將急症室所有的門關曬佢，唔好病人入嚟。喂，帶兩個 RN 去儲物室，將保護衣拎出嚟分派俾同事。Kate， 係。通知候診區的同事，叫佢哋將等候緊的病人分流去其他嘅醫院。A&E 將會停止運作。娘啊，我有張 CT 上去俾 YT。我諗你暫時唔可以離開 A&E。我哋啱啱發現咗一單懷疑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嘅 case， 我哋要封鎖 A&E。喂，醫生，喂，咁即係點啊？又唔俾人入，又唔俾我哋出，咁即係搞乜嘢啊？好，大家靜一靜，聽我講下，大家都有知情權嘅，我哋亦都冇打算隱瞞大家。我哋啱啱發現。疑似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的病人，仲未確診之前，我哋要暫時要將急症室封閉。嚇！即係未證實啦，未證實你冇權留我哋喺度喎。冇權咯，真係，即係韞曬我哋喺度嚟㗎。咁唔安全，仲留我喺度做咩啊？如果全貌 B B 咁點算啊？有病就叫佢走啦！你韞住我喺度做乜啫？係啦，放翻佢出啦！咩事嚟㗎？大家冷靜啲嚇，太太你冷靜啲。我好明白你哋嘅心情嘅，但我亦都希望你哋明白。我哋係依照守則做即時封鎖、即時隔離，我哋需要你哋嘅配合，先至可以將風險減到最低。疾控中心咧，需要確診病毒咧，唔需要太長嘅時間嘅啫。大家安心留喺度，唔好周圍走。大概四個鐘咧，我哋就有結果噶啦。喂，四個鐘，好多嘢做啊！好，報警好，不過想告訴大家聽是沒用的，因為我們可以根據指引封閉這裡，如果我們就這樣放你們出去，後果很嚴重，因為傳染病一擴散就很難控制。2003年 SARS 你還記得嗎？當時死了300多人，我們絕對不可以用多幾百條人命買多一次教訓。今次件事，我都希望只是虛驚一場，但是我哋唔能夠唔作最壞嘅打算，所以希望各位明白，亦都希望各位合作。